反应不过来。今天我们在现场为小林出了一道题，我们请看大屏幕，共同来为小林分享一下这个题。好，看一下这个题啊。花店原有271朵花，小鬼卖出去21朵，小林卖出去了15朵，娜娜卖出去17朵，春夏卖出去23朵，请问总共卖出去多少朵？一共是76朵。你确定吗？好厉害，是吗？大家，我的数学也很差，我很帅。